准备做一个小房车，现在框架底盘框架已经做好了，这个小房车我是准备把它拖到这个篷车上面，刚刚做了一个拖车球头在这上面，这个挂钩到时候就是拖小房车的。不是快过年了吗？要准备回家过年了，我准备开这个篷车自驾回去，我预计是在路上跑10天左右。这个是电车啊，到时候装一个增程器。这个小房车的底盘框架宽是1米，长是2米。这后面拖挂车这个拖车盖装上去啊，这高度有30-40。在想装什么轮胎？这前面这个是3米，这后面这个拖车是3米长，然后全车是1.7米长。不太重啊，这个架子不重，很轻，这个架子。这个底盘我刚才又加了3个竖着的方钢，因为刚才站上去感觉有点偏软，然后现在加起来就好一点了。轮胎我就准备装这种胎。这前车装的是1200瓦的电机啊，动力十足。拖个小房车绰绰有余，现在在充电，搞了一个小红旗在上面，挺好看，大灯也是很亮。好了，明天再说，明天去买木板，搞小房车。